簽我呢、這個呢、這個題目之前，我想問問在座各位，嗱，你唔使咁樣舉手嘅，你可能咁樣舉一舉，或者舉一隻手指，咁樣都得噶啦嚇。有在座各位有邊個係想改善你唱歌嘅音色咧？啊哇，都好多喎、啊！係啊，如果怕醜唔緊要，或者覺得我已經唱得唔錯啦，啊，我純粹講音色啫，音色呢部分。咁你跟住啦，我繼續問咯喎，你想改善音色啊？咁喺你唱緊歌嘅時候，你有冇問自己啲以下啲三條問題咧？我咧，無論我係唱西方聲樂、唱意大利歌劇、唱藝術歌曲、唱粵曲。或者唱兒歌都好，我都會問，成日問自己啲三個問題嘅。咁第一啦，我唱歌嘅位置啱唔啱？有邊個曾經係咁樣自己問過自己？啊，有啲手啦，不過少過頭先好多。嗱，呢個第一個問題。咁第二，我唱歌嘅時候，我嘅聲音有冇共鳴？啊，有冇人曾經係咁樣問過自己？誒都有啲手喎啊！咁第三啦，我唱歌嘅時候，我係咪喺一個放鬆嘅狀態咧？有冇人係咁樣問自己嘅？啊，呢、這個又多啲。好，原來咧四條問題嘅。咁最後啦，我唱歌發出嚟嘅聲音係唔係一把健康嘅聲音？有冇人曾經諗過呢個問題咧？有一個喎、哦，係啦。兩個啊，係啦，咁就。